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说一切方法，一切经论与大方广最究竟，它是自体相用，自己的体、自己的相、自己的用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自信本空寂，无二亦无尽，解脱与住取，涅槃平等住，非从非出非中后，三四都没有，初中后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四没有，没有一二三，也不是言辞所说，言辞表达不出来，非言辞所说，不是用语言就说得出来的，说不出来，说出来就不是，说的不是。不过于三四，其相入虚空，它什么样子？你看着虚空什么样子吗？它就是什么样子。那这两个偈颂说的什么呢？说的就是微细字，说甚深的微细字。那这甚深微字没有任何相的。也没有什么体啊、相啊、用啊。那智慧有相没有？智慧还是有。智慧相是什么样子？智慧相是空寂，体空寂空。智慧跟体是同，就叫同相。同相。那智慧的位置有差别没有？还是有的。什么叫自相？自相。在自体，就是智慧的本体，智慧的本身的体。它又以何为它的相呢？什么是智慧？智慧什么样子？空寂。一个是空，一个是寂。那为什么要讲言说？那没有言说，你怎么显呢？说空，说寂，用语言表达而已，同一个表达。性空，性寂，性寂，这叫涅槃，跟一切诸佛同。性不空，性不寂，那就叫众生，一切众生都如是，一切法通，没有差别，一切法皆如，一切法皆是难乐，这是要性说呢，难乐就是说涅槃，难乐相即涅槃相。你让我们道友开玩笑啊，说你在干什么？我享受难乐，就是我享受涅槃，这个意思。说智慧相，有相没有啊？有啊，智慧相，自性即是色性，这非常圆融啊。说智慧性就是一切色法。说智慧性是什么？境界相，一切境界相就是智慧相。这是从言方面表示境，
眼方面表示相，表示智慧。说自相境界相啊，一切的色相啊，没有差别的。自相即是色相，色相即是自相，一切诸法皆如。这种道理，我们道友圆念时候很少没法进入，很少这样圆念。你修观的时候这样想过吗？讲过自相即是境界相，一切境界相就是自相。人想过吗？刚才我什么一念离真，离真容，就一念错误，一生念头，这一念所有妄想纷飞都来了，那个就是散性。但是那个性跟这个智慧的性，它俩是一个。因为你一妄动，一念妄动，妖魔鬼怪全出来了，什么相都出来了。说一念不生，万象俱寂，什么相都没有了。那就说一切相没有相，只有一个相，难乐相。难乐相什么？即涅槃相。涅槃是难乐的别名词。这叫什么？在我们讲这个是自性本空寂，就是现在讲的叫自空寂，叫自性本空寂。这自性就是智慧，无二，是这一个，一个也没有。但是又把它放开说，随缘说，无尽呢，所有界相都是这个相。要能这样的理解了，明白了，解脱与助取，咱们讲的十回向无作无否解脱，这是达到究竟。达到什么样子情况呢？还是有，是吧？涅槃平等住，住在涅槃，诸佛与众生平等住于涅槃。因为众生的生死流浪，诸佛在生死度众生，还是平等的，性平等故，非出中后，非言辞所说，没有个开始，也没有个中间，也没有个后头。说无明从什么时候起的呀？什么时候我迷的呀？没有，说不清楚。无名无始，但是有宗，成了佛了，无名就宗了。不是言语所说的，这个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没有相的，没有相的形象什么样子？入虚空啊，虚空什么样子？所以以何为相？前头文所说的本空寂，就是空寂相。这个性境涅槃，跟那性的，跟那智慧的字体，都是空寂的。要找它个相，什么相啊？性境涅槃空寂相，没有其他相。我们众生不是失掉，只是迷，跟诸佛无二无别的，空为自性，诸法性空，就这个含义，是吧？一切皆以这个空是真空啊！你要真空不空了，真空不空了，产生一切诸法就妙有，妙有。有字上加个妙，妙有非有，妙有不虽有，妙有非有，即是真空。真空不空就是妙有。那凡夫呢，就因为实有，地藏菩萨因为这个真空相没有相。所以登陆地的菩萨
再看初发意到十回向的菩萨，这些菩萨叫什么呢？烂意菩萨，烂意菩萨。为什么加个烂意呢？烂意就是他那心里头没达到清净，他怀疑空，因为空啊就把散灭了。那这空把散灭了，就断灭空了，什么样都没有了，光是空了。断灭空就把咱们讲前头讲那个空如来藏，如来藏性就失掉了，就没有了。烂意的空，失掉空如来藏性，或者怀疑空跟色绝对不是一样的，色另外的，色外头才有空，这样想法了，这样想法就是错误的，离开空，离开色说空，说离开空说色。都是错误的。这种说法呢，要说兔子头上有角，兔子头上没角，这个含义了。说离不可以，说义也不可以，他是不即不离，不义不义，原来就是一个。所以说离开言说，因为离开言说言没办法表达，离言说，说诸佛有时候不说，金刚藏菩萨前头不说，解脱菩萨请，与会大众请，十方诸佛加持他说，叫他说。为什么？就我们上来讲这段义，说起来非常难，不是说难。让人家信难，让人相信这种甚深缘起法难，自性本空是讲空如来藏性，自性本空啊，空如来藏性。现在又说有，空中显有，有不是有，要用它来表达空。成就了空，空没有体的，说把虚空找个体啊，那就不叫空了，那怎么还叫空啊？说空了，就是现在你心空了，你这肉体就没有了，不是说人呢，鬼都拿不到你啊。就咱们这个五台山，五台山有个老和尚，小鬼到这儿来抓着抓，抓不到他了，找不着他了，就问徒弟，哎，说他在这儿啊，怎么没有了？那个徒弟跟他说。说他入了定了，这叫空不空如来藏，入了定了，空了，鬼都拿不到他，没有了。什么定呢？空定，身体没有了。大家可能知道，看清凉寺都有啊，高妙峰禅师，他后来小鬼拿他的时候，那个土地公公给他出个主意，说他心里头还没有到无作无否解脱，说他有耐有贪，贪什么呢？那皇上给他一个钵，就是饭碗，他很喜欢。那小鬼要接着土地公公话，就依靠他那个钵，哎，看着就在那儿坐着，他们哪儿都没动。那小鬼一锁链子把他锁上了，这回你跑不掉了。跟小鬼对话了，哎呀，他说您怎么把我逮到的？
他说你呀、啊，还你假修行，你还贪耐，我一靠你的脖子就出来了。说你只要有挂耐，就没劲。有挂有耐，那鬼就有办法拿你了，六道轮回就有办法了。说你空了，无挂无耐，那也没把鬼就拿不到呢。离了灭尽，没有彼此的字体，也没有什么转灭，不是有，但是也不是无，一切有二宗本，不二不尽，有有二，有二，不二不尽，就叫有。这个有不是两个，也不尽，二定也是不二不尽，随不疼，但是呢也不是意。一切事物看着是实有，不是实在的东西，都要消灭掉，不能言定。什么叫叫定？刚才我说这个定啊，它灭出去烦恼，定了烦恼停也没有了。这个定倒是有啊，倒是无啊，定是有的，有什么灭惑，把一切惑都灭了。火眼睛没定，此境无定，什么意思？这说的本来面目。定是没有有无二法，火眼睛讲的都是非有非无，绝不讲有，也不讲无。金刚藏入那个定，金刚三昧定啊。十方诸佛夹死他，不能把定说为有，不能把定说为无。这个经净讲三昧，没有讲禅定。定是什么呢？定是无不二法，这叫定。前头讲空，空，体空法空，但是这个空中不是断灭的，不是断灭就是有啊，我们不说有，不是有就是空啊，也不说空，他讲的空是有三种含义，三种含义。三种含义是不明，不是明白跟你显示说它不相同，不是同相。咱们讲六相啊，它只是讲总相，讲别相，在总相别相来说。讲涅槃，它讲方便境涅槃，要加个方便境涅槃。断惑跟凡夫小乘不一样，而能断，能断不同于凡小。但是所证的时候，十地菩萨各是各的相，不是同于空，空是一相，乃至空是无相。如果证到涅槃，涅槃是果，什么是涅槃果相啊？没有。说分证，现在这些地藏菩萨一位一位为地证，他是依着国海实地实德国海证的，依着这种道理来显示。咱们前头没讲啊，现在把它补充一下。解脱无作无否，解脱
解脱的含义是总说一切法的，说在一切法上总说一个解脱。但是例如说我们学戒的人吧，348别别解脱，比丘250戒别别解脱。为什么叫别别解脱？根据这个含义大家猜一猜，说那此一条只是解脱一条，啊，别相，这个解脱是总相，无所无法啊。等到你掉这个境界了，什么是究竟持清净戒，这个含义就深了。不是说我这条戒不杀戒，我没杀生，我不犯了，这是解脱了。咱们讲戒经说这别解脱了，但是讲华经这不是解脱啊，不是解脱。嗯，但是这个道理很深了，咱们不要拿那个做例子说这么一下就行了。嗯，咱们前头故事没说完，借这个再把它补上。那小鬼儿这把它套上了，高麦风跑不了了。完了他说是你把我逮到了，现在你把我锁上了，我跑不了了。他说你把那钵再拿我看一下。小鬼儿寻思我把你锁上了给你钵看有什么关系，你把钵递给他了。他把钵一接的时候第一算，这一算表示我不耐了，这就无挂无耐了。这么一算他犹如定了。这小鬼一看人没有了，一拉锁没有了，但是他还在说话。他说要杀要拿老身高妙峰啊，除非铁锁锁虚空，那个铁锁啊把虚空给锁上了。要还所得虚空去，你把虚空拿锁子能锁得走，再拿老身高妙峰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惯例他跟空合了，这就是虚空。经常用虚空形容法身，这个含义。现在他的有形有跟空，空有不二，有即是空，这点咱做不到。如果做到了，你把你这个变把它转给石头，把这个病转到石头，那病在石头上害去，你身体没关系。说你肉体不行了啊，我不要肉体了，我借那石头为我体，你的精神到那石头上，那石头就变成你了。是吧？一正二报都能转化，自他都能转化。人家说多胎，西藏有这个法多胎。怎么多胎？对，或者人家受胎受了十月苦，在生的时候将降生这一刹那他来了，把那个受胎的那个原型撵走了，他受了。这类故事很多的了，就在我们大陆上也有了。死了复生，他的灵魂入到别的人身上去了。这类故事很多的，在我们黑龙江有这么故事。是碑上啊，石头上站那个碑文上讲，他犯了死刑罪了，那非该斩不可了。但是啊，他舅舅就是行刑官，就是斩那个刽子手，然后他家里很有钱，完了就买栋就上下官吏买栋。那他舅舅没办法呀，他说这样的啊，我跟你说，跟我要杀你的时候，我说你快跑，你就跑啊，他心里就记住了，别的没记得，快跑，快跑。他就并没放他。那个杀，咱们以前呢说刽子手拿大刀砍，
那都不是真实的了。哦，我们在北京那个满清末年的时候被人占了，那有一个就是刽子手啊，或者他也到上坡上出家去了。我就问他当刽子手的事儿，他给我讲刽子手的故事，就是杀人的，专门杀杀人犯的。他那小刀不长，不到一尺，很薄很短，在袖筒里头绑在这个胳膊上，就这半截，就这么一点儿。他杀人的时候就这么一荡，脖子就这么一晃，脑袋就掉下来了，非常的快。那他杀他外甥的时候，是他这边去杀他，那个又说他快跑，他这个受刑者就跑了，实际上他脑壳落地了，已经死了。跑了，他跑到个山上，就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小地方叫太平川吧，他跑到那太平川，他从黑龙江跑到塞城川，这太平川属于洮南界辽宁省了。他跑到那儿去，一个在山上赶车的人，新结婚，那两夫妇回家去，回药家去拜。赶着车来回来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就浑身入到这个男的赶车里头去，一撞，他看着自己拿个鞭子赶车，他丢下鞭子就跑。哎，他这个身上，他太太不答应，你往哪儿跑？疯了，就那说，他一喊一叫的，那家乡人就把他抓住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你们这伙人呢，我也没带老婆呀，我没娶妻呀。”那别人说你是哪儿的人？说我是黑龙江的，我今天快跑到这儿来了。他没敢说犯杀人罪杀，他说我快跑到这儿来了。但别人很奇怪的，你快跑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这故事了，下半截还很长，这么的。这就是夺人家尸体，叫借尸还魂。咱有中国人到外国去借尸还魂，外人到中国来还魂，历史这类故事很多很多啊，就知道他的精神。咱不说精神变物质，物质变精神，怎么变的？就这么变的。这也是不可思议当中的不可思议。比如说我们说得解脱，你怎么解脱的？怎么得解脱的？什么叫解脱？在什么地方得到解脱？解脱对着什么？解脱对着术法啊。说无作无法才解脱，要有作有法能解脱得了吗？说人死，咱们都是畏惧死，生人怕死，就跟鬼怕脱生，那鬼啊让他去脱生，不管让他脱生畜生脱生人，反正让他脱生，他畏惧非常厉害。尽管咱是人怕死，说鬼怕超生，人怕死啊，就是鬼怕超生去。他不明白呀，他因为要超生，那苦难可多了。当鬼很自由，鬼的种类非常复杂，鬼比人呢不晓得多多少倍。人多呀，人怕鬼呀，鬼怕人，鬼不敢惹人。鬼多得很，畜生、蚂蚁、老鼠，他一死都变鬼了，都一样的了，都是同类了，都是鬼了。人死了不一定变鬼，不一定变鬼。为什么？像我们在座的大家听华严经的，受了三规的，不会变鬼，或者直接受生，不经过鬼道了。这个信心一定建立呀，你皈依佛了，绝不会下地狱了。你受三规就告诉你了，皈依佛，你再不下地狱了；皈依法，再不堕畜生了；皈依僧，不堕恶鬼了。三恶道断。
我们好多受三乖，他也得跟着。